这个香港幼市场这个外化招商，就在几年前临时摆摊，一个流动摊贩的需求可能会大大增加，因此特别宣布自即卖开始提供地下一楼单位，互乡亲甲摊商会当免费来摆摊，包括水电拢免费来提供。欢迎有需要的乡亲以及摊商会当踊跃询问这个公幼市场。水利公有市场去年在地下一楼举办多场市集活动，成功带动民众进入市场来逛街。今年趁着过年前后，水利乡亲可能有摆搭卖年货需求，因此特别宣布为即马开始提供地下一楼单位，让乡亲甲摊商来免费摆搭。我们水利市场一直都有在招商，有在活化市场的一个政策。那这次因为年关将至，那我们特别有一个新的一个优惠方案，就是开放我们市场地下一楼闲置的摊位，目前还有30几摊的一个空间。我们预计就是每天早上先来到现场摆摊的，可以自由来选择。特别过年啊，水利公有市场了解每年过年期间，农乡亲甲摊商有摆摊的需求，因此开放地下一楼的摊位空间，免费提供需要民众摊商来摆摊。进驻在市场的地方创新团体嘛表示，愿意免费提供摆摊摊商来协助营销宣传的工作。我们希望有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，或者是想要摆摊的，也都来进来这边市场，陪我们一起奋斗。那陪我们一起奋斗的时候，我们会提供我们这边的相关资源、行销活动、跟曝光、跟在地辅导，好等等资源，会提供进来之后，可以让这个地方有更多商机，然后让这个地方可以更赚钱。那过年快到了，如果民众你们家中有任何想要贩卖的物品，欢迎来到我们市场这边来贩售哈。那我们水利公有市场里面，每一层楼都有，环境很优良的公厕啊，还有我们也有提供饮水机啊，使用的机能非常方便啊，欢迎大家来摆摊。水利乡公有市场地下一楼有现成的单位，以及免费使用水电，摊商只要带产品布置，就会当马上做生意。欢迎大家踊跃来卖年货，相信一过去，人潮甲商机也会满满是。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。